Thank you.
sheet. Sheet.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根藏几万，知不成本，不经天地以生神，其实阴阳而造化，若相无踪。专身供养，常住三宝，刹海万里，极乐导师，阿弥陀佛，观音四字，清净海众，Oh.
Thank you.
Yeah.
所谓生者，即众生生命之基也。为无生者，即诸佛极灭之本也。法性真言者，灵敏湛起，玄妙真常，个个不无，人人本具。只因最初不觉，忽而动心，忍妄为真，迷己主悟，由是业往心肠，流转五道，横随生死已生成，亘古至今而已尽。当知生自缘生，而法性不以缘俱生；灭自缘灭，而法性不以缘俱灭。所以曰，法性湛然，是谓生而无生者也。无生而生者，众生迷妄入心，积业成果，虚受轮转，妄见生灭。以法性体上，如镜现象，视诸实相。当知净光本净，诸体绝痕，无际互彰，不为色相。彼色相之气来，由业果之俨然也。故诸佛与因然生灭中，唯见无生；众生于湛然无生中，唯见生灭。只因一物之有差，遂自信量之不一，实乃生无自性，无生亦无自性。故则生灭皆无生，迷则无生皆生灭。所以以此别物，是乃一体而一灵也。甚如是，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净土即此方，此方即净土，岂非迷悟之自书，何有甚凡而彼此？乃至现前众等，以自信阿弥陀与大众舌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，俗人还归其梦。生灭无生，生不生，乐邦哪可尽人行，谁知万丈红尘里，寒淡花开月正明。
Thank you.
心中总为净土，了则头所见佛，故来不悟西方，生来起见三世信念敬业道场，即当第一时佛事已圆，如上说宣，投入弥陀大愿海中，专为往生常藏众等神灵求生净土，但念自从无始，弃之今生，一念为真，六根主妄，随情造业，众我为非，生业则三道习矣，口过则妄言其语，两舌恶口，一恶则常起贪嗔，生生痴爱，由之三业，攻守妄言，常不顾于尘劳，但茫茫于岁月，彼之出离为凭忏悔心修之力，必言而彼此生意之故亲，应念作消，此色生香未住乏之浮尘，即时清净，又求极乐求生，全凭发愿，眼劳法动，一口同音，即为神灵自先忏悔发愿。
Thank you.
忏悔发愿已尽，往生堂上众等神明当知，福净福之为教业，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六发大慈大悲深重愿力，摄取十方一切众生，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。信者信有西方净土，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，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，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，要信为是随心自现，感应道家究竟非从外得，如是信德是为真信，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，行者楞严经曰多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安。阿弥陀经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，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，其人领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四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。如是行者是名正信，行而无厌即不成其行，厌者要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，是为大愿也。心行愿三如顶三足，缺一不可。今而神明当知现前意念本自原常，信其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，如是信的接着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
恭送法师回流。